你现在跟我说还来得及，你告诉我，爸到底怎么了？江太太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这段时间我就觉得爸不对劲儿。医生已经说了，爸只是轻度中风的后遗症，就算是行动不方便，也不至于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记得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们给他吃了什么药，有什么问题了？怎么可能？ 所有的药都是安医生给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爸一直都是你在照顾他。好，就算你不想说也没关系。等人江村回来，我会让他好好问问你。如果爸没事儿也就算了，如果真有个什么事儿，你看他会不会放过你？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是老爷子自己走出去的，不关你的事儿。你觉得江村会信吗？ 在我看来，你肯定是偷懒，不然怎么会连老爷子什么时候走出去都不知道？江太太，我是不会偷懒的，老爷子的痴呆越来越严重，我也看不住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爸痴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其实， 老爷子得的是老年痴呆症，之前还看不出来，可是最近几个月越来越严重，情况时好时坏的，还经常记不住事儿。江村知道吗？只有安医生知道，他说老爷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也不许我告诉你们。江太太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们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我知道了。 来，博，凑合吃一口吧。中午在我家什么都没吃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呀。我哪有胃口吃啊？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我爸去哪儿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别着急，我陪你找，找到为止还不行吗？可是你说，我爸会不会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啊？你别瞎想了啊！ 喂，你好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发的寻人启事。爸找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阿姨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车钥匙？啊，没看到啊。对了。 这有先生的钥匙，给我吧。请保持直行，已经到达目的地附近。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提前说好了，是你情报有误，跟我没关系。 停在路边呢，你人呢？我在树林里。哪个树林啊？我看见你了，你别动了。哎，我在这儿。怎么样了？啊？我没事。啊？伤着了吗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手腕伤了，还有哪儿啊？ 膝盖，哎呀，膝盖！我不是让你在疗养院吗？我一回去，保姆就跟我说你有急事跑出来了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？幸亏我跟着自己车的导航导到你在这儿，否则怎么办？没事儿，爸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你还说没事儿？你看你伤的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先别管我，先去找爸呀。爸还没有找到。哎，爸阿姨呢？ 阿姨一般路上高血压犯了，我把她送回疗养院了。干嘛？上来。我。快上来。我能走。手给我。 Thank you.
你为江村是你跟他的孩子，你就把遗产全都留给江村，是不是？那博儿怎么办？ 建国，建国，一晴，该吃药了是吧？对呀，走吧，咱们回去吧啊！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你说来看看他的？有吗？有。 不可能，我不想见他，他也不想见我。何必呢？人都没了。啊，走吧。嗯。